小刘，小刘。想让你拿这一条珠子，帮他雕刻一条十二生肖的手串。十二生肖啊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行，那你就抽空安排吧。这一颗老鼠的雕刻就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磨光了。这就是磨光以后的效果。想要了解如何磨光以及零基础学习雕刻，可以观看往期视频。你的每一个点赞与关注都是对手艺人的支持与认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